同学陪我们走过青春，同鞋和我们度过人生，同学好同鞋带你认识这群人。比赛时，他们站上属于自己的位置，紧盯队友的状况。如果你左右太晃，会很明显，所以就会受到其他人提醒。有一个人特别外号，我就会提醒那个人说，可能要往左边带。即使磨破手、长了茧，他们还是乐在其中。她是学妹而已，全部都是茧哎！我的天哪，会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刘汉拿到的世界冠军特别耀眼，更耀眼的是他们彼此打气的情谊。就队长给他鼓励一下，吃苦当吃苦吧，我知道了，就很谢谢你。那就是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。节目中将要分享景美女子拔河队为了团队荣耀热血挥洒的故事。敬请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，同学好同鞋。